要再换个颜色吗？还有什么颜色可以换？芋头色。这个是你们额外买的还是学校有的？真的？不用好了，因为我们不会浪费钱。真的吗？用吗？哦，好。网络上的朋友，你如果看起来不明显的话，你就留言啊，我下次就找用。干嘛那么欠揍？会被漏收。啊，我们当老师的讯息都很揭露，有什么好漏收的，直接收就好。而且我乱讲的，根本没有开放留言的讯息，根本没有开放回应的权限。